我自己经过5个月，前后100次，我每天中午12点一定就去体验。现在没有纬度，我觉得。在 SPA 床上一脸享受，他是东森购物董事长王令麟亲自体验机械按摩，而这可不是普通的机器手臂，是能够透过 AI 精准识别人体轮廓的 AI 智慧按摩机器人，由东森 Regal Club and SPA 独家引进，总裁级按摩让身心灵彻底放松，更邀请购物女王丝绒重磅推荐。我来这里体验的时候，他是先用那个电脑 AI 3D 先扫描我的全身的背，他一扫描他就知道我有脊椎侧弯，已经扫描到你的筋、你的骨，好，还有就是你肌肉的分布。他在绘制 AI 按摩路线的时候，他就会顺着那个位置去避开你会感觉到骨头碰骨头疼痛的位置。自己做完之后，我发现我就没有那个高低肩，然后没有左右腰酸背痛的问题了。他才能够很精准的去知道你的优点，然后避开你的缺点，让你按摩的时候也很舒服。其实如果你把眼睛闭起来的话，跟人手的触感差不多，哎，更温柔一点点，更精准一点。这 AI 真的不得了，首创人体自我调整体系，融合 AI 视觉演算法、 AI 辨证技术，不仅更接近人手操作的力度，还采用智慧温控传感技术，针对不同的部位状况，超智能为每个人客制化最舒服的健康调理，更解决了美容师的职业伤害。有很多美容师因为为会员服务太用心了，胆机子受伤，要休息，要休假，还要动手术。在去年10月份，在香港举办了一个国际 AI 机器美容大展，我亲自到了现场，体验了数十台机器，我最后就选择了这一台。因为这个 AI 按摩机器人，我们是全台湾的首创，就是全台湾第一个拥有 AI 机器人。那它目前只在自然美2.0的 Regal 旗舰会馆为我们的尊荣会员服务。目前包括直营跟加盟店，至少有采购100台，这一定会在美容产业界创下一个惊人的震撼弹，甚至会写下一个历史的新纪录。你还在传统按摩吗？七星级美容 AI 智慧按摩机器人，满足大家对身体健康与美丽的追求，还不赶快跟上这股 AI 爱美旋风？